这门手艺可是我们老黄家祖传的，一般人他不告诉，捏完之后保证明天你就能下地走路。哎，疼啊！知道疼，下次就别逞能，啊！行了，现在脚也崴了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就别嘚瑟了啊！在家待着，哪儿也别去了。 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得意吧？你看见我这么狼狈的样子，你肯定特别开心。贾典娜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逞强。你心里有什么困难，你就要说出来。你说出来，周围人都会帮你。你不说出来，憋在心里，谁知道呢？华强，你有病吧？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你自己太有能力了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贾典娜离开你以后，我就生活不下去了？你离开我以后，你不是生活不下去，但事实证明你离开我以后，你确实过得不好。黄强，我告诉你，我离开你以后，我过得很好，我过得非常好，是你自己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，你给我走！我狗拿耗子？行，行，娜娜，这话可是你说的啊。 那我今天就好心被你当成驴肝肺啊！下次别说你脚崴了，你就是脚断了残了，我也不会管你。滚！你回来干嘛？哎，躺的挺舒服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找到公交总站了吗？ 我一看见你，我就倒霉，还不是你害的！我脚都快残了，我。你别跟着我。 是没找到公交总站。
老朱，老朱，你在干嘛呢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刚才是我脾气不好，对不起啊。那个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老朱。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老朱，喂，豆豆，哎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忘了今天什么事儿了？你别说了，你先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你帮我打个电话给佳莲娜。现在马上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让你打就打，你别问了。我刚才听见他房间里传出一声尖叫声。好逗啊！像你这样男人也有胸毛。哎，这小辫子谁给你扎的？好逗啊！你放尊重一点。我在练瑜伽的时候是特别严肃认真的，不需要被打扰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刚是怕你出事儿，所以才闯进来的。还有，我进来是跟你道歉的。我之前脾气不太好，不该冲你发脾气的。请你出去。好好好，我请你吃甘蔗。对不起啊，给，我给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这是我的道歉信，我在信里面详细解释了瑜伽对我的意义。我练瑜伽的时候特别认真，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，特别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。其实不用这样的，这太严重了。刚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去打扰你，不好意思啊。还有，谢谢你的甘蔗。挺甜的。没事没事，那个就当是赔礼道歉的。第一次有人送我礼物。我的兄弟，你能别老犯贱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看不上你这点。你说人家莲娜，人都有个太阳了，你干嘛还非得当那多余的？你小心被射下来啊！能不能有点骨气？豆豆，哎，娜娜，你按下开关，看好没好？你小心啊！怎么回事？你行不行啊？你搞了半天了，还没修好啊？哎呀，没有找到说明书啊，所以维修起来有点困难。你稍微等一下，耐心一点啊，我能搞定的。大哥，你见过谁换个灯泡还要看说明书的？我心疼。你赶紧下来吧，这年头啊，得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牲口用。你赶紧下来，我来弄。啊，当牲口用？你赶紧下来吧，大哥。好吧，你来试试。慢点啊。给手套。哎呀，不用不用。哎，这螺丝刀。啊，不用了，你帮我扶好梯子。你小心啊，别触电啊，很危险的。你去看看行不行？那你站稳了，小心一点啊。啊，行了，就。
么简单就亮了。那是娜娜，你真厉害。我当年修灯泡的时候还不叫啊！小心点！啊，我的胸！啊，怎么了？嗯，有客户啊！你好，这里是深圳建强会计事务所。爸，您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刚到。多吃一点，娜娜你也多吃一点。嗯，服务员，你再来两份鱼翅捞饭。嗯，不用了不用了，这已经很丰盛了，再点就浪费了。就是爸，我也不要了啊。爸，这儿已经够贵的了，还要鱼翅捞饭，你以后啊也别吃了，鱼翅呢不环保。是啊，其实鱼翅我平时不吃的，这不是为了你吗？希望你能吃得好一点嘛。不是你说娜娜？在家里过得好好的，多舒服啊！你非得出来受这个罪干什么呀？爸，我没觉得我现在是受罪啊。我觉得呢，人生就像是一道自助餐，想要什么呢，得自己去取回来。对啊，叔叔，娜娜说的对啊，一个人就要自食其力，用自己双手挣来的劳动果实吃起来才香。哎，不过今天吃的也挺香的。不像以前，你可不是这样，哪吃得了这么多苦啊？所以啊，爸，您现在是不是应该替我高兴才是啊？是，是，但是我宁愿我自己的女儿能够过一点享受一点的生活，为这一点，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您怎么可能伺候我一辈子嘛？我这不是就这么说吗？哎，本以为能给你找一个贴心的、心疼你的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行了吧，您看今天本来挺开心的，咱们就聊聊开心的事情，那些不开心的不提了，好不好？吃饭啊。对，叔叔，来，你也再吃点。好吧，来吃，来吧，喝一杯。爸，来，我敬你。